小狐狸哦。懂得了，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。人人为我。尊贵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。今年76岁何成清花阿妈，有一嘴金闪闪的银嘴齿。因每一天都骑三轮车，伫个庄仔内受环保，实在真有活力。看袂出来，阿嬷的人生其实过甲真艰苦。啊，不过伊游玩每一天，笑眯眯地过日子哦。咱即马就赶紧来看阿嬷的故事。今天要食个真好哦，都有吃的。这顿好吃，我吃不了。这那迄落较软哦，就好吃；无安那阿袂嘿，就吃着会，吃着会酸，会涩。这人这那够软哦，够好吃。再回望，再回再吃。你可以当作试试吧，安尼。嗯。迄只还袂够好食吼，你再算，算咸食。伊讲够好食，忙食。想是爱想啦，我即摆过去，我想啊，咱的命啦，有哪是爱做啦。我拢想讲，看对无钱俩，对闹钱，搁天顶有钱，我就去做就对啦。我就干脆要去做，转来就对啦。啊，我的运命就生做就是安尼啦。迄阵不是嘛咧破病，我想讲，吼、哦，啊做做做，这是要做到日点时？啊，我呢从20岁来遮，真安尼，过年就70岁啊。73、77啊！啊，我做到进行未了，我要做到当时遐就对啦。啊，我就安尼想，想讲嘛是爱继续做啊。啊，我想真安尼做，我袂怨叹啊呐。我拢想讲，我若互我会当安尼，伊要再组一个大家庭吼，我着互我安尼身体勇健，我着足欢喜啊，足轻松啊，就对啊呐。我真是希望是安尼尔，我食到有这岁啊吼，也无法度能够做啥，啊会去工厂。迄组囝仔无爱去做啦，我讲我着要加要来做了，对啊，你无要叫我带船运营，我也袂去遐忙较济啦，啊，我来加减啊，趁一个趁偌济就算偌济就对啦。要不你若无去遐做，我着无我着来因爸咪来做尔，我蛮受伤啊。这哪两日才做大铺啊？啊，我内底这较细只。啊，这个饼啊，你家己打的哦。嗯，这是我家己打的。也好哦，这个会上生一个骨咯。哦，你也看人，我在这块，这块玻璃菜才大块呢，你也看。这卖什么菜哦？你也看，吼、哦。这三丛哦，后边那大丛，蛮计炒炒的，多一丛。所以即马你的迄个生活的迄个足简单诶。嘿，我想较简单。啊，我呐食饭，即道拢卖炒菜，安尼我来肥，我就一顿啊。你看这刚好有个落肥的，会遮济咧，会遮大丛咧。啊，这黄肥的再我有办啊。
真贵真啊！哎，莫去个想你以前去啊啦！吼、哦，咱即马想咱顶安尼个代志就对啊，啊贵就贵啊！啊，你即马同大个愿望是啥？我上大个愿望哦。我上大五万，较五万嘛是，但是几多？啊，我嘛无想，唔知要惊啥呢？所以即摆每一工拢卡卡落落。嘿，安尼，啊，就安尼工作安尼做，安尼往屋里做。我往对面头去啊，有哪有无？面头遐，不管讲迄山水拢伫遐。啊，甲栽山啊，有岭坡啦，有啊来啊，有木瓜啊，有。无，阮个祖囝是总无爱我做个啦。我讲无爱我做，我嘛要做啊！你常常要啊，甲我白银存过来买，我若无做都袂使。好，来点点来就好。这我若要做，逐日都有人做啊。这草拢有哪爱空吼，无是死去暗煞煞。太姐，讲要大坑是哪个大坑啊？阿德。我唔忙我家己，唔忙唔忙的。那我拢讲，莫我去咯，安尼就足好啊。伊就是阮脚，一只脚踏车。一只脚踏车，我会计算，我都。就滴一件衫，甲滴一只脚踏车安尼啦。啊，又过来遮做事咧。看这只果冻，啊！从啊水里往遐来捡，来啊遐，啊我这从啊直接直接出来，啊，今日用出来，啊那用出来好的是，做过阿叔来捡。阿叔阿叔，搁起来捡呀。你哪有出来遐捡呢？无，即卖伊遐伊无去捡啦。好，我来捡啦。
我即个去倒，讲因在米内用，啊，我就讲咧，来煮呢，讲啥物，今仔日搭来煮。心情我若互我带这就足轻松，我有带回去个就轻松。哦啊，今嘛要来遮倒一块，遮也是袂安尼。最近寒人，寒人有哪有较无啊啦？无人像较早寒人，迄个做人遐得求遐济。嗯。无正家人念，怎么念袂起？来啊！来，入来内面啊，洗来切。我来洗啊，那这较早那人吓人哦，讲讲个死死啊，嘛话者讲做人上戆。阮大伯做囝讲，足惊我去死着这人哦，我去，我惊断刀啦。讲你免甲我讲到去大遐啦，讲许我唔，我去大你遐，我若去楼顶。那去就莫落来，安那落来就莫去。我去遐爬楼梯哦，我无爱。我讲你免甲烦恼，我若无是互我破病，互安怎样，安怎样啊？困呢吼，要叫我讲来请倒落来自裁，当中那我无可能，我袂啦，我袂来遐讲啊。咱人讲讲直接讲遐落命啊，人你莫用命。啊，我真做这回事，我若活哪久，做哪久，我回事就人去哪济。我讲，咱对人后来这无人接人，咱来搁救济较济人，安尼。咱虽然是捡这，无济是无济，俗是俗吼。咱来捡啊捡，安尼天天大家捡，大家捡安尼，就足济安尼。我做人可能办法真济好势嘞。差不多啦。阿妈，啊，阿成阿公哦，年纪这大，搁要来工厂做工课。安怎？啥年纪这大，搁要来工厂做工课？无做就无聊啊。啊，咱来做啊，加减赚啦，吼。啊，无做就若无，咱剩的工课嘛，无遐多人做。自己啦，自己看自己的啊！你过去嘛较紧呢。
实这算打工啦吼。哎、哦、呀，差不多啦。哦，你的豆干吃不？那是好好吃的。哦，这饭店不好吃。啊，你我看是阮啊，迄个唔爱汤面粿呢，哈。啊，你用面煮饭啊？用面啊，那煮出面粿。这个金豆腐爱剥起，汤水水。较早是扫扫厅查厨房，讲今天扫厨房算了，要我煮是咧不辛苦的呢。所以即卖会当签，你着拢尽量签安尼。啊，毋过咱煮饭较少，全家伙去做盐做迄落呀。哦，这火较歹控制啦，吼。对啦，啊，咱若煮些像这较济就无要紧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就是煮少。咱这煮煮汤煮较济。算算的阵时，较袂以前遐艰苦啦。较早时的事是讲真正吼，吼无法度用的。啊，即摆是较袂啊。诶、欸，我较早时嘛是无想到的。啊，再有阮老翁成了吼，吼、哦、这像这计讲拢用啊，啊这就是拢贴到好啊好，贴到甜就对啦。啊，我许个整个来清清清的吼。但是我真正我嘛无想要买呢，我想讲嘿，敢这遮侪物件，唔来要移离对去。啊，想想我讲啊，但是迄阵我啊无啥含住者熟识啦。咱都过逐日嘛伫山做人过尔，太知影人去含住者熟识。要落当，有阮小姐问讲吼，看敢知影迄住者有熟识无？若有，我叫伊来车。啊，从我来车车车来，但安尼等从我，我那落去做无，你若无安尼有哪，你若知来，阮老若搁话我政府哪袂去做主席啊？啊，你顾趁钱顾做安贵啊，无迄心情啦。工业爱停到了啦，业停无了袂使啦。啊，你安算行完了吗？无管。我看嘛袂，今早我若困去就完啦。
好，安尼。好久，很少人啊，那很少人就无安尼。你六口泡面嘛，拢家己食食。啊，像讲你家己讲的啊，讲无依无靠啊，啊，像这种心情啊，啊，家己想咧，敢会想袂好？较早也真袂啊，我这目睭也无看人成尖哦，就是较早目屎就够侪。啊，即嘛袂啊，较早拢若想差不多，家安尼好，安尼好，爱烦恼，烦恼到真正要起风咧。啊，即嘛袂啊。你妈做活啊，你做这吼，我人没话想说啊。静花阿妈讲，伊唔捌字，连名都袂晓写，所以会当做的，就是捡环保来帮助人。即马伊上大心愿，就是会当放下烦恼，每一工出来做快乐的志工哦。草根菩提真感恩大家今仔日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对啊，逐礼拜来捡十个啦。哇，今仔满满一车呢。对啊，每礼拜嘛咧，逐礼拜就咧。都是人捡的啦。啊，我要是这些都是人捡的。